啊，唔对嘞，双眼影谢海洋，海洋，那即卖双眼影吼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海洋，海洋来，请上。双眼影。哎，啊，让我们的海洋哈，哎，这个也是奇葩了哈，哎，咱讲安尼。真正吼，你声音甲吼，那唱一些吼，我那甲人不同款吼，嗯。而且他很勤劳，而且很认识，对事情非常认真呐、啊，说不干单，对老师你能来弄简单呐。那我们接着下来，我们请汉阳唱他这首《双眼亮》。这首歌吼，好的，咱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陈达儒跟张秋莲的歌曲吼。那陈丹武老师哈、哦、是个非常非常的很棒耶稣哦，我写个真好。这个是苏东哦。苏东你，我看不对个哦，他不是，那是白王丹了哈，我看错了哈。苏东老师哈，好一下数啊，哎 ，keep 歌曲哈、哦。好了，阿丹刚想嗨呀哈，阿两位哈、哦，其实哈、哦、都有特色，一是低音有磁性，然后他是模仿天王。哦、在龙兄虎弟也记冠军，在凤凰还能叫什么？龙兄虎弟。龙兄虎弟叫什么？当下我能唱出的费青，模仿费青。费青的跳夫啦。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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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。我到现在还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！我的音色是属于低沉的。然后你又转到哪里？因为费青这是高音的呢。怎么有可能唱出那个声音、啊啊啊？所以说他用他的声音哈、哦，也让全世界很不赶快啊、哦！好。那我们接着下来安排我们的太阳哈，喝天啊，接着香干亮，来香酒浓酒，谢谢。宋老师啊，个咱老师哈，安、尼真正实在有够感性啦。你看看即马暗时啊，北风吼，唔是干那会凉凉呢，佫小可会冷啊呢。
讲文静啊，你上个无半无半滴油啊，你搁穿短袖硬，安尼敢站得住？我讲这老皮的过风啦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阮带人去坐牌啊，坐船啊，像这船啊吼，咱等一下，咱就若听个听听咧，怎坐船船啊？迄真正吼，安尼今仔拢赚的啦。迄即马吼，迄咱的钱都爱向开啦。吼、哦，讲春节，讲奋斗又变正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是享受当啊，当下吧，当下。啊，最主要唔是讲咱唔行讲钱何变开啦，最主要就是讲咱爱享快乐啦。啊，唔通讲安尼吼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就是要来享受。啊，像宋老师啦，吼、啊，咱即个金阁的团陈老师，吼、哦，你看人家团员吼、哦，大家拢安尼带来，互咱快乐，吼、哦，带来互咱幸福。这真正我讲吼、哦，全世界无当去找这个所在啊！大家讲对唔对啊？啊，结果下晡尾坐牌啊，好啊，一两百个哒。本来是讲一载啊，结果都载未了，搁分做两载。哦，吓啊！所以有当时安那呢，这就是讲咱过去疫情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关伫厝内底。嘿，啊，即马讲文静啊，歹势去找你咧。啊，即马亲情啊，伊也歹势找，伊也歹势找，啊，怎啊，大家拢关伫厝，啊，关伫厝里都乌白想咧，哦。所以一些有一种的人真侪呢，我讲吼，拢鼓励大家行出来，吼、哦，咱来找朋友，啊来听歌，来听音乐，吼、哦，啊就安尼四界风高野外去运动，阿公阿婆带咧，吼、哦，啊迄、那个去散步，溜溜咧，迄安尼的时阵，边咧注疫苗，吼、哦，更加好用，大家讲对唔对？一规个咱的气力就起来，空气就起来，吼吼，迄真正百毒不侵啦。哦，真正所以是少年家呢吼，好啦，安尼今仔日吼，我都对遮过吼，啊看遮侪人，啊有哪讲，啊我，吼、哦、人山人海啦，真正吼，大家拢内行的拢知影，通讲礼拜日会记住讲宋老师的团队伫遮咧，演唱，啊大家拢知影通来听，伊今仔听到了，你若去听前面搞过，拢爱开足侪钱，今仔这拢赚了啦，吼、哦，好。啊，咱宋老师辛苦哈、啊，哦，啊，咱大家安尼吼，一个快乐的假日的暗暝，感谢咱大家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李文，感谢感谢李文，感恩哥嘞，感恩，感谢感谢，其实吼，我们为帮真足济啦，吼，啊，伫做阮的协会的这个顾问真久啊，吼，啊，做了解阮的辛苦，啊，我讲，谢谢李文的赞助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阮是为着健康快乐的目的啦，吼，大家拢会当快乐啊。所以阮安尼做虽然辛苦，但是阮真欢喜，所以能够抱一些鼓励一下。感谢李文，感谢咱大家，感谢你咯，你好。来，恁即马有咱彭宏发老师吼。带来这首邓达鲁老师甲邓秋林老师的《黄昏鸟》，咱来关机关接的，关原汁原味了哈。来，老师。